来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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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要送伊上山回祖庙过年。沿路二十个钟头，迎佛祖，牵涉到两百年前台湾南部的动乱、信仰甲神话的历史。农历十二月二三，透早六点，天还未光。台南东山碧贤寺的外口就有人潮，庙方公所伫咧庙埕夹牌仔，请唔通随香，也是无法度抵挡热情的信众。我们从台北下来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百年的一个活动嘛，想要来就是体验看看。哦，我们到这里是六点，那因为这边防疫期间就是请大家不要随香。道光年间，辟魂团香的匾挂伫咧大殿，超过160档，逐档拢举办的东山迎佛祖，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。这回因为疫情变化，庙方就要伫一天之内配合防疫政策，快速来调度。来拜，再拜。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吼，即卖包括爱护下咱中央政府这个规定，就开始在筹备讲啊，这些人员呢，全部都要打两剂疫苗，疫苗拢爱注两剂，吼，才会当来报名。所以，我们的侨班的人数冇来减去安尼。警察指挥交通，为数百人的队伍开路，慎重退到两边。因为疫情，沿路两桥卡的活动全部取消。顶头目干那出必要的队伍，包括碧贤寺的头旗、东山三庄赵年的头灯、碧贤寺二妈的新桥等等。东山市区家家户户拢摆香案桌，毛民众甲家神爱咧，一路要对佛祖妈，行过小路啊，上到山顶。我们住东山，然后跟全家一起啊。哦，那您身后背的这个是拜苏家府的五五千岁。全程十五公里路，就要为一透早行到过道，规家伙啊拢出动，一路轮流来爱。因为佛祖嘛是阮东山人的信仰的一个主神，啊，当然嘛希望讲厝内家是会使陪佛祖嘛在回娘家。疫情渐渐沿路砖头的顶头拢会送到火山，今年家人当伫家己砖头的境内来接驾送驾，但游玩会当看到越往山区行，砖头人口外流的现象就愈严重，这位接驾的阵势就看会出来。我啊，迎接这一顶的两个，阮三个过来头前也出来拢会庙呢。这是进入故乡路山路进前上后尾一个钟头巷内。哇，全部十号，拢老岁啊，少年拢出外，较近的少年的，我知影会等啊。啊，出啊无剩咧，剩咧种剩老岁啊嘛，无法度。接下即天就是巷内一冬之内上届闹热的日子。已经做二十多年，仰佛祖电影调查学者，就观察到人口外流是东山为市区到山里共同的困境。增加就是安尼，一定人口流失啊，吼，吼，这是政府爱想的。啊，不过咱爱想一个代志，讲咱要鼓励咱在地主地出来参加，
我看这非常重要，就是讲，咱来创造，互咱的在地主家了解，还是讲创造咱的荣誉感，吼，互伊知影讲，这个时间到的时阵，伊才回来。疫情予外来随乡的人潮为三四千人降到百人以下，人潮降落来，东山也佛祖敢若有必要的点头来判驾随行，这更加凸显在地参与的重要性。必先是开机观音，正字嘛是一尊乌面佛祖，头戴五佛帽，身穿黄得衣。由东山主地组成的旧班专程布练护送，走过市区、田园，就要搁爬山。经过四点钟，到这是旧班后勤的地水车，上后尾一个补给站，过去哩两三公里，拢是无法度塞车的山路。超过百斤的显示器，特别四个人一组，分班一直轮替。医疗团嘛，对在边啊，休困的时阵主动关心旧班的身体状况。可以吗 ？OK。应该是肌肉比较太紧了。好。其实是要符合到这条乡路的问题啦吼，因为咱乡路咱上山的时阵是依照咱古早吼，咱古人传来这个古乡路。哦，啊，伊其中有一段就是爱爬山，吼，爱爬山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即爬山的时阵，你跟咱北台啦，吼，即个八人大桥，吼，是无可能行会起去啦。够陡的。啊，恁看这桥板来跟桥行，你感觉因？做辛苦的啊。做辛苦，但是做厉害。这至少跟我们爬山负重二三十公斤一样。嗯，对。就是每一个人呐，每一个人负重，他们最少都二十公斤以上。我做嘛就起来了哦，起来哦，莫感动了。哎，莫去翻头啊，起来哦。旧班的新生代林兴伟27岁，已经服务要十冬，逐冬拢会为着送爷佛祖来请假。前两天啊有落雨，今日行较歹行，哎呀，迄个在前两今日拢出日头，还算可以。啊，山路迄站咱是安怎分工合作行了？大家做伙啊，哎呀。较少轮的，啊后壁无轮到，大家做伙三个呢。人食砖，佛重光，东山硬佛祖的核心顶头，正日嘛叫班会，为着要解决人力断层的问题，伫咧高当前就正积极要招少年人。少年人要阁找无遐简单，因为伊话在出外去读册也好啊，吼，还是食头路的。哦，啊，伊就爱，比如讲每一年这個时阵，伊就爱有法度转来。哦，当然嘛是爱看伊有意愿，因为毕竟这条乡路无好行啦，吼，爱非常有体，你体力一定爱有够。哦，啊，你体力无够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你无法度承受这个任务。东山会有这项台湾唯一的民俗，根据文化部登记的资料，是因为道光年间战乱。看拖着惠山辟魂时，信众爱佛祖妈到东山避难。伫咧西元144年建立碧贤寺奉祀，此后年年拢送佛祖妈为东山顶来到白河惠山过年。一直到过年正月初十的主时，佛祖妈回銮，重现当年闪避战乱落山的故乡路，要行25公里。佛祖妈起驾进前，伫咧台灯先甲清水祖师相会。传说即阵清水祖师是西元1796年，爱佛祖妈来到碧河火山，创建碧云寺的印象仙师。所以佛祖妈当年来回东山碧河，伊拢横路为高雄来判驾做先锋。佛祖若要打坐。回来，也是要落去去东山的时阵，伊一定拢爱到位高雄市永安区，哦，伫个讲文林宫嘛，哦，啊，伊去伫遐咧祭祀救世，哦，啊，每年若有做要回去东山的时阵，伊一定拢爱起来食
亲亲起来接伊安尼。因着观音菩萨会，孝忠信众，信众精进咯。半暝山路弯弯弯弯又搁行，点点的花光，甲这段避难千山的路照好光，心中一步一脚印，用行动来纪念在地历史。山路即摆是有较好行，之前是拢哦无空哦，拢迄个路土路啊吼，当时也落雨，不时在规身躯了摔甲淡，规个拢泥糊啊块那就对啊。吴中立是第一代旧班会的成员，负责锣鼓，服务佛祖妈已经38年。这间花园的路为白河到东山25公里，又原是要专程步练，规暝无法度困，对体力耐力拢是正大的考验。经累啊，嘛是靠意志力啊，有咱的辅助嘛，脚疼哩，啊，小可受伤嘛，有话无说去，搭着嘛是拢会啊，啊嘛是啊，你为着啊，你都有辅助嘛，嘛是要甲完成这个任务啊。行过山崖，来到平地田横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佛祖到启东街复兴堂，照顾来换香，留下香火。早年是为着要帮助村民解除当地的水灾。换香代表见香如见佛，佛祖保庇。1、2、3，好来换过。东山迎佛祖的过程有换香、换花、换轿三换的仪式。来对充满沿途信众的心愿，伫乌鸦苏家立负千岁之心，徛伫咧乱桥前迎接正二妈，并且向苏家少年辈来说明换花的缘由。因为少年辈之时，一直无了解为何不做家家来到此地，因为此地是一个贵宝地，在苏家。老一辈因为受到佛祖姐姐的照顾，苏家是东山迎佛祖三晚仪式内底唯一一位的人家厝，立负千岁的基心，只是苏家的子孙换花鼓励不可断。我再来交代苏家主，这项换花不可断，一定爱传承。了解吗？了解了。嗨，拜拜。苏家代表苏宏基献上新的春兰花，来到换佛祖头顶的春兰花。传说伫咧百年之前，佛祖妈甲春兰花留落来，保庇伫乌鸦的信众健康平安。啊，换花的伊是较早阮祖因吼，算讲可能是咱这庄头有。人身体无好，啊，但是阮有迄个王爷的基手。这一阵卖立富千岁基心是苏宏基的查某囝，苏家为苏宏基的祖辈开始接驾。苏宏基是为母亲的手头，甲换花任务接落来，已经超过40冬。我参加着40几冬啊，哦，那我要100冬的去啊。阮母也咧到10几啊。啊！佮阮妈哩，佮阮来做啊！安尼差无几百单去。来到郊区上路尾的休困站，必先是三妈坐8台大轿来迎接。三妈、二妈两边换轿，准备要进入东山市区。市区的街路搭红毯，纸花飞满天，一路的炮阵就亲像是办喜事共款。老者迎接佛祖妈，天来到东山。现时这观音佛祖妈吼，伊这个信仰内底，吼，伫阮东山人的生活中，其实拢足密切的。吼，伫无论讲你厝里，吼，若要你若买新厝、要入厝，还是娶新妇，吼，啊，拢会请咱佛祖妈去做客。吼，啊，包括咱庄头，啊，若要绕境、要闹热，吼，啊，嘛拢会来请佛祖妈做伙去绕境。无形中，伊就传承着这讲这个信仰的部分啦。
东山岩佛祖和政府定做无形的文化资产，无亲像是古迹，也是文物，才会有形的物件。为何了安怎直接是看得到？东山岩佛祖只有是年年行过故乡路，贡献历史，用每一个信众的脚趾，步步传承。